高山人，就当我就让山人先出去欧阳。欧阳是那个欧阳吗？嗨，欧阳，共酒讨，就让阿奎小易先。欧阳是那个欧阳，哎，对耶，是欧阳，哎，好开心哦，谢谢。Hello， 凯哥，神影，阿奎，谢谢你的鬼话户。其实是什么领啊？领羊是吗？领羊还是领养？领羊。Hello， 浩克，是吗？金鱼，志玲哥，领养。哦。是林哥，是梁坤，麻薯在踩脚，没错，他最近有点爆冲。麻薯就是动物的那个领养，我不知道哎，动物有领养是哦。早安，浩克，透过什么卡丘 ？Hello， 小五麻友酱主持最高。昨天的粉色猫儿很可爱，哎呀，我好像动漫人物，我天哪！但是没办法，我们熊妹的愿望，哎，真的是吼，我看到镜子都想要揍镜子里面的我了。我安满友，这个周末辛苦了，没有，完全不辛苦，是一个很幸福的周末呢。Rex、冰彻玄、笑着卡丘、Jenny， 哎，昨天的猫儿超可爱的，真的吗？真的，大家喜欢就是。前天我洗了，为什么热熟了？是不是？哎，都阻止不了你的省电模式，你还是跳的满满。没有，我昨天呢，其实跳到什么 unit 取结束后，就觉得天哪，我的那个肩膀又恢复了。不是回复，就是又开始痛了，然后就想说，我就马上跟工作人员说，可能就是梦之中是跳不到，然后我们星空的错误跳舞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就是看得到他们的字幕，然后说麻友比较勉强，还是跳继续跳了。谢谢金米粥的闯关星星，我们也很幸福，就不用。这就不用提了，谢谢周六主持辛苦了，谢谢，真的啊，真的吗？哎，都先去忙了，如果有机会再进来，有空会补打。麻油这几天辛苦了，谢谢领养。哦，阿玲女神切换 ，Drake 朱伦，哎，阿玲没讲公包啊，北极熊的鼠，对吼，不是平板是泡马灯，对啊。Hello， Shadow， 爱乐 ，Derek， 谢谢你的自由宝宝。Hello， Gex， 孔可学，花生神魔术，应灵烟，APS， 嗨嗨，卢特，赵恩，赵恩是那个赵恩。嗨，萌花仙神魔术的爸爸，伦娜的田中鲁特，偷到接纸飞机必须死，你真的是你接的纸飞机吗？也太厉害了吧！田中轮回，北极熊的书，小乐，花仙，谢谢北极熊的书，志玲哥，赵恩有首度必须。今天是在星巴克的音乐，没错，然后我好喜欢听星巴克的 BGM。 点歌大魔王学生范阿轩膝盖班赵恩柚子传家宝了。好可爱，礼拜六的那个姐姐是陪你去同学来了那个姐姐吗？怎么好像没啊？不是，是老板的老婆。哦天哪，超强的。我先首先呢，我想我今天好要开始讲主持的事情了。好，我首先想要感谢一下我刚刚提到的姐姐，是我们公司的姐姐，没错，是我们老板的老婆，非常能干，对，非常会做事，是个女强人，但是她给人家的感觉是有一种温柔，很亲切，然后很贴心，又是很有热情，很热血的，对，
什么笑死，昨天厕所还遇到他，真的啊，他人超好的，大家可以就是对啊，可以对就是多多认识他，真的人超好的。他叫 Irene 姐，对，我就在猜是高层的老婆。这发色真的很好看，很适合。真的吗？谢谢 Dominic。那是老板夫人呢？对，没错。主播喝个水吧，喝个水吧。嗯，切换马丁。哎，都夫人气质很好，又温柔贴心，笑点很低。对，没错。九轩弘毅，真的真的，他叫 Irene 姐。然后呢？其实我之前都没有什么机会跟 Irene 姐一起工作，但是我昨天前一天工作的时候，她全部都帮我准备，因为她之前也是带安娜姐的，就是安娜姐去直播啊什么主持啊什么的，所以呢其实她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然后我的小卡啊或是一些就是一定要做到的东西她都帮我准备好，然后她从早上到晚上一整天都在陪我，而且他一直都在就是叫我说，哎，你等一下可以讲一些什么哦，哎，你很棒你很棒，一直鼓励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没有 Irene 姐的话，我一定做不到的，一定是做不到的。对啊，还好那一天 Irene 姐有陪我去，而且其实 Irene 姐跟那个台日协会交流协会那边认识了非常非常多人，所以人脉很好，然后他们怎么讲经验很丰富，所以呢 Irene 姐那一天陪我去其实是给我很大的安心感，很感谢，非常感谢。谢谢花仙仙魔术的旅行支票。西蒙 C 天天 Chris 什么影啊，贤什么影，谢谢。那个猪猪吗？你说那个安娜姐吗？喝水润喉后好。Irene 姐姐还问我有没有参加游戏，对，非常很棒，对不对？她很棒，蛮有连续两天工作，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对，超像，对啊，很像。乌鱼陈儿啥子强天天思琪，嗨嗨龟铺吗？乌鱼天月梦之，我没参加游戏。你没有参加游戏，为什么没有参加游戏？是好 ，OK， 谢谢。马格拉格，志宏，跟你讲，马格拉格一流，志宏浪客。首先呢，我要先，小五还没有赶回来，哦，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没喊过你就，其实呢，我那天。从头开始讲好了，当天是我大概八点的时候去板桥的一个和服工作室，然后我不是有 tag 那个工作室跟化妆老师的 IG 吗？你有看到吗？我有 IG 有 po 文，然后下面有那个标记老师，两位老师，是一个是帮我穿浴衣的，一个是帮我弄头发的。对，来来回回刚好坐过了哦，原来，有看到，对对对，我早上八点就过去那了，然后 Irene 姐是，我原本是好像是8:20要到那边 ，Irene 姐八点就在那边等我，然后还问我说，妈呀，你有没有吃早餐呐？然后她还帮我买那个冰拿铁等我，真的是很贴心，超级贴心，有一种妈妈的感觉吧。然后后来就是和服的地方也是很厉害的哦，老师是在日本学一些关于和服的，就是怎么讲，对对对，学和服，对，就是穿怎么帮人家穿啊或是什么的都有学，然后他好像也有一些检定吗，和服检定我也不知道，就是那边有个很多那个检定的证书吗，贴在工作室，对对对，放在工作室。然后其实我在台湾很少见到那种，就是因为和服的发型很特别，所以其实很少遇到会把那种很精致的发型的老师，那老师也是非常厉害，帮我把了那么漂亮的发型，很感谢。对啊，好，怎么学，对对对，学怎么穿和服，怎么帮人家穿和服之类的，问他有没有好好照顾你，他说都有。嗯，
马友午安呀 ，Hello， 大家，勇哥谢谢达人票。哎，勇哥 ，Hello， 是好运有看到。OK， 对呀，我们也很担心姐姐会热会，对，真的。然后后来就过去现场，大概10点多的时候就到了。哎，没有想到小五啊，那 Kicks 啊在现场，就真的很早就到了耶，辛苦你们了，超人。Hello， 然后就开始彩排，还好开幕式有彩排，不然我会紧张的要命。然后开幕式的时候有邓威，邓威哥，邓威上他自己跟我说不要叫哥了，所以我直接叫他邓威吧。我没有嫌他老啦，只是是个前辈，大前辈。然后我说邓威好像也怪怪的，邓威前辈，前辈好了，邓威前辈。哦，果然那个专业的主播非常不一样。就声音的那个认知度啊，或是流畅度啊，或是很稳定，然后很 carry， 真的是给我有一种很大的安心感吧，很开心。对，所以一直盯着 Mayo 脸要放松一点，真的很紧张啊，第一次参加那种开幕式，而且很多就是外交部啊，或是一些很厉害的部门的。就是上面的人，上司有来，上司上面的什么署长啊、部长啊、什么代表啊都有来，所以其实真的很担心我自己做不好，很多重要的人是长官，对贵宾们。还好开幕式，都是邓威前辈，对对对，邓威前辈很 carry 的，对。那开幕式结束之后呢？结束之后活动开始了，活动开始，其实我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功课，就因为这阵子真的很忙，不知道在忙什么，但是很忙，然后就是我可能到3-4点都是一直在做笔记，说这个和带骨雄族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玉成国小的龙狮队获得了什么东西，获得什么东西，或是一些做料理的，全部都背熟，真的是背熟的那种，7个小时的活动流程都全部都背熟了。结果呢，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活动主持人藤井麻友，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接下来呢，我要表演带给我们表演的是。然后就登机了，现在我的电脑也登机了，没关系，就是这样子，就是播放音乐，然后马上就是这样子突然登机一样，就觉得天哪，我忘记了是什么，然后看到后面有和太鼓，哦，对对对对对，和太鼓雄子，哎，然后呢，迷你风的什么，这样子就是很慌张。有小卡，小卡有啊，当然有小卡，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小卡带了很多张，所以呢，我忘记翻过去了，翻页，所以我看了翻页的，我看了第一张的时候，还是写说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藤井麻友。那和太鼓雄组的那个介绍词是第三张，我第三张看到的时候就是很慌张了，就是忘记讲了很多事情，然后又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下去的时候，天哪，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后来就是第二首介绍，第二首，然后第三首不是要接访问吗？访问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访那么久，只是因为小朋友就是太辛苦了，就去喝水啊什么的，然后很多时间，很多就是没有想到的时间，我就想怎么办，然后就开始讲一些和泰国的知识，也不是知识，日文啊什么的，那时候已经紧张到不行了。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还好没钱看傻瓜才能找你，谢谢好意，不会了，蛮有很棒，谢谢好意的鼓励，你的便条纸一大堆，超级多，笑死，对啊，一开始这样，后来就不会了，没事的，你很棒，然后下次请找蛮有翻字幕组台下烦你，我觉得这样很棒哎，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了吧？对啊，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在介绍什么，然后后来就烦问完之后呢，第二组是最慌张的，你知道为什么最慌张吗？是因为玉成国小那边好像没有跟主办单位说。一些 detail， 对，说一些
仔细的内容，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临时改变的，听说是这样。玉成国场代表的表演非常精彩，但是好像没有 先说好一些 detail， 或是就是现场有一些好的 idea， 然后就想要举办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那天不是有颁奖吗？颁奖这件事情是我前几分钟才知道的，然后我从来没有主持过，然后从来没有遇到这么临时的要颁奖，然后就想说，哎，颁奖请颁奖人农粮署的胡侯署长。但是呢，还好胡署长日文非常好，我前上台前一分钟他有跟我说放松放松，我会讲日文，然后他都全部都是用日文跟我讲，然后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我会讲日文，然后就觉得很贴心很温柔，谢谢。 这边也很想感谢一下胡署长，是行政院农业是农粮署的胡署长，非常厉害，因为他的日文也很厉害。然后他上台前一秒就是还鼓励我，就觉得帮助到我，对，真的是帮助到我，笑死。原来有这种意外，非常多意外好不好，真的是很多意外，谢谢 Gex 和你一起。桜井さん、ハロー。然后知道 MC やるの終わったんですよ、MC。知道的情况不够详细。对对对，临机应变。下次把草稿给我，我在台下小草给你马友看。对，真的。然后ハリさん、こんにちは。とりあえず今は司会させてもらったことの話をします。小叶，这样要给署长按照了啦。对啊，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农粮署的胡署长帮我跟他说声谢谢，就是他的日文很棒，然后就是上台前因为我太紧张了，然后他这样子用日文鼓励我，其实真的是帮助到我很多很多啦，然后就给了我很多力量。对啊，因为我自己是不知道他的联络方式，也是我没办法自己去私讯他，所以如果大家能帮我能替我跟他说谢谢的话，其实我也会很开心的。ハリさん、今日はゆっくり決めます。よかった。じゃあ後で日本語でも話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ハラウノアン、オピワアン、ロリー。然后接下来就玩游戏啦。玩游戏我也是觉得以为是很轻松，结果我还在慌张的状态下，所以其实第一个游戏环节其实也是非常紧张的，我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但是真的是很紧张，对，真的是一直很紧张。然后我八点多就吃了早餐嘛，然后那一天也是很热，因为我那一天是给专业的老师穿和服，所以我那个浴衣里面有五条毛巾哦，五条毛巾，真的非常热。然后天气也是很好，所以其实很热，但是我就是紧张到连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不会觉得热，也不会觉得饿，也不会想要休息，也不会觉得很累，就是只有那个紧张，然后啊，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要把它做好的那种很紧张、很慌张的感觉。对，所以那一天根本没有吃饭，根本没有喝什么东西，只是一直都在就是上台，然后下来，然后就马上看，然后上台下台，马上看下台下台，马上看这样子。对啊，不是东荡博士。哎，五条太多了吧？对呀，胡署长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呢。啊，真的，东大博士，哦，酷哎！嗨，香菇，好久不见呢。哈利桑，谢谢你的鬼符回话符。五条，对，也太多。哈利桑，ありがとう礼物。嗯，奇威，哎，奇威的那个好可爱哟，谢谢奇威。然后，赵安，谢谢你赵安的爱的熊抱，谢谢。谢谢嘉恩。后来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享受跟大家的互动吧，我也不敢说我就是后面有越来越好，我应该是不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放松了，越来越不紧张。所以呢，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因为这次等身第一次主持了，然后我原本是很担心，哎，第一次主持，然后居然这么重要的活动，而且这么长时间的活动，其实我原本是很担心这么长的活动，我有办法吗？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反而如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主持活动的话，那肯定是第一次主持，然后那一两个小时是我做的非常不好的，那
就是以后可能一两个小时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以后再也不敢再接一些主持的活动，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敢，做得不好。但是因为昨天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慢慢的补回来，所以后面是越来越享受了。就是后面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学到的东西，哎，有一点抓到一些感觉了这样子。所以呢，以后我还是会觉得，希望我可以接到更多更多的主持机会，然后慢慢的累积经验。希望就是以后可以像安娜姐一样，像其他前辈们一样厉害，对。没错，好，赵安，谢谢你的礼物。哎，其实那天跟你玩游戏的时候，我算是第一个玩到丑一轮的人。谢谢谁守护灵，谢谢守护，谢谢守护的守护，哎，什么？这是什么？陈宇，谢谢你的守护许愿品。然后不用不敢说，说真的越来越好，我这样一次一次过去，马友越来越好。对，是有越来越享受啦。对，小亮、俊胜，谢谢西兰。ご飯行ってきます。また後で。はい、桜さん、ゆっくり食べてきてね。北京番大师，谢谢西兰。哎，那天还要去看美丽，先走了。OK， 没关系啦。我就让谢谢你的谢，哎，谢谢红包。谁有红包？谁有红包？我刚刚没有看到啊，没有按到。谢谢赵恩的红包，赵恩，谢谢你的红包，谢谢赵恩。耶、yeah, ，我有拿到哎，感谢赵恩，阿北，谢谢你的枫叶，谢谢红包，有看到你跟观众玩游戏，对啊，然后我真的是想要感谢所有麻油饭的大家，就是不管有没有到现场，或是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用私讯的关系，私讯啊，或是限动啊什么的贴文呢、啊，然后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我。有些人是到特地来现场鼓励我、陪伴我，我就觉得非常感谢，就是觉得，有蛮有饭的大家真好，真好，就是大家都是我的动力啦，真的。那天没有看到蛮有饭的大家，我会觉得很不安吧？对啊，所以就是特别想要感谢大家。对，阿可有没有帮我跟你说加油？有啊，就是大家都跟我说加油。对啊 ，Ricky， 谢谢。刚开始有听到麻友跟 Irene 姐说还有七个小时可以练习啊、哦，真的？对啊，因为我对那时候麦克风还开着，我以为关了，然后就在那边下台之后，没关系，我还有七个小时可以慢慢补回来。一直在猜你会不会现出水蜜桃，结果你第一个都不会出就是了。阿北，谢谢你到枫叶啊，吊人蛮有啊，蛮有主持很棒，谢谢南爷。然后呢，你知道就是开幕式的时候啊，我们有哎，我上次说的就是给我这次给我机会的高爷小姐，是个台日交流协会的对工作人员，非常厉害，就是。她也是个女强人，非常厉害，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她叫高野小姐。然后我说真的，我第一次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公演的时候，然后公演的时候认识到了她。然后一开始开幕式的时候，因为非常认真的样子，有一点可怕。就是因为我太紧张了，看的什么都觉得很可怕，然后高野我也很害怕被高野小姐骂或是被讨厌，然后后来也是很担心，就是因为我做的不好的关系，会不会就是以后就不敢接我了，不敢给我机会了这样子。但是高野小姐特别特地给工作我们 Irene 姐一段讯息，说是我刚刚Irene 姐告诉我的， Irene 姐跟我说高野小姐有密 Irene 姐说就是昨天辛苦了，然后觉得藤井上普吉上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然后就是跟大家跟观众朋友们玩游戏也是还蛮 OK 的，对 OK 的，还 OK 这样子。没有啦，他就说うまくてびっくりしました，他就说就是厉害到吓到了，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到厉害到吓到，但是客套话啦，只是他应该是觉得还 OK 啦，对，然后他还跟我说，还跟 Irene 姐说，就是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就是希望还可以是跟我
继续合作这样子，就觉得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你知道吗？真的很开心，很荣幸，因为我原本做的非常不好，前面非常不好，所以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被讨厌，会不会被骂，对。但是后来就收到了这种鼓励的话，就觉得很感动啦，真的很感动。对，麻油饭除了当冠军、当观众粉丝，当现场观众也是没问题的哦，真的太棒了，太挺我了，大家。先确定一件事情，高野小姐是京都人吗？为什么是京都人呢？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京都人呢？穿蓝色浴衣的那位不是，穿蓝色浴衣的那位不是。就是戴那个台日学会的帽子的，对对对，有把握住机会了，对，就是至少有把握住机会了，对，真的很开心。正音，谢谢你的力量训练，京都人都是客套话的，没有，他应该一定是就是真心话的，我相信他是真心话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种包容啦，就是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外国人，他自己也是来自日本嘛，然后他当初一定也有遇到跟我类似一样的这种辛苦的经验，一定也有这种很辛苦的经验，语言上也是，文化上也是，所以他有一种是包容，我是这样觉得啦，对对，麻友很棒，谢谢蓝九人，好开心哦，对啊，真的很开心，对，然后我有一个。小蛙姐是，你知道我在做料理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可爱的女生工作人员吗？她叫小蛙姐，但是我叫她小蛙老师，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做的非常不好，然后小蛙姐一直跟我说没事，你慢慢补回来就好。然后我上台下台这大概第三次的时候，第三组的时候。小蛙老师就跟我说：“你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这样就对了。”一直鼓励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台日交流学会的小蛙老师。对对对，那个跟我一起做料理的、做料理啊，或是什么的时候，都在那边的工作人员。对，旁边拿东西的那位，没错，跟他一起。对，狂剥柚子的。对。Hello， 玉人彼此体谅。对，先回去工作了，麻友表现得很棒，谢谢麻友那天点我玩游戏拿到火龙果，克里斯当然我也很感谢你，谢谢你，每一个都很可爱啊，弟弟宣言，对 ，Hello 小时候飞，克里斯男子汉，对，等会我看一下哦，对不起，我觉得你当天主持错得很称职啊，真的吗？谢谢，我后来是觉得，觉得有一点看开了吗，或是怎么讲，就是反正我是个日本人，反正大家都对我很好，不用怕讲错话，或是不用怕我做的不好，反正享受就对了，对，称职，原来紫薇，谢谢红玫瑰 ，Hello 小五回来了 ，Alex，Hello 谢谢可爱，对啊，所以就是我这次呢，因为。就是我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一直鼓励我，也不会嫌弃我做的不好。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补回来的时候，他们一直跟我说你很棒，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给我了很多自信。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们。对，然后还有什么？哦，对，收到工作人员吓到了一件事情。你知道我后来不是在站在舞台那边，然后站着，然后就是台日协会的工作人员不是帮我拍一个宣传影片吗？对，宣传影片那个其中一个女生是我的同班同学，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也有听说那个那一天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是淡江大学的，然后就想淡江大学的，我没有想到他是同班同学，然后他戴着口罩戴着眼镜，我完全认不出来他是谁啊。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也是淡江大学的，我就说现在目前还在就读吗？还是已经毕业了？他就说我跟你同学。哦，真的？那你读什么系？他就说外交系。哈，然后就是突然想到，嘿，对耶，他叫 Annie， 然后说，你是 Annie 吗？他说，对呀，我是 Annie。我说，好久不见，有听到对不对？对，哇，真的太巧了，对啊，我真的没想到哎。
对啊，居然在那个活动遇到同班同学，而且他也是很厉害哦，他就是提前跟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哎，马友的中文航班你们都可以放心这样子，他还帮我讲话哎，天哪，好贴心的同学哦。然后他就是也跟我说一句，就是哎，你现在居然能接到这种很大的活动，很棒，很厉害这样子，就觉得也很感谢我的同班同学。对，马友太无情了，是我太无情吗？是我太紧张了，还以为是马友有化妆，所以认不出来，是这样吗？我去学校也是已经一定有化妆的呀。落日一笑笑 ，Hello， 是学姐，意外发现多年不见的学同学，对啊，同学有走神吗？当然没有啊，连同学都认不出来了。笑死，好好笑！我来打个招呼。休息太久，工作挤太多。好啊，好啊，工作加油啊！一直都在的，从近一下一下。OK OK， 建国，谢谢您的，记上什么是夏日据点赏，还有这个，谢谢谢思琪的礼物。你这样说就对了。多看一下哦。こんにちは，哈先生。こんにちは。好。那到现在的东西我就用日文讲一下好不好，因为这几天这几次的直播都没有讲到日文，然后哈利桑需要我讲日文，所以就是先讲一些日文好不好。哈利桑まだいますか？哈利桑今から日本語で話しますよ。哈利桑哈利桑いますか？はい、いた。よし、今日話してた内容は、今回その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が今年で50周年を迎えまして、その大切なイベントに、司会者として出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で、今回のイベント8時間ぐらいあって、朝開幕式が終わってから、開幕式はアナウンサーの方と、プロのアナウンサーの方と一緒だったんで、全然そんなに緊張はし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イベントが始まってから私一人で司会者だったので、すっごい緊張しちゃって、本当にいっぱい準備していて、もうその8時間のその内容とか話さ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とか全部本当に全部覚えていったんですよ。もう何もなんか心配することはいらないっていうぐらい準備して準備万端で行ったんですけど、は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日のイベントの司会者です、藤井芽衣ですって言って、今日はみんなにフルーツをたくさん用意しているのでみたいな感じでいろいろ言った後に、はい、ではまず第一グループ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ところで、あれなんだっけ、あれあれって、もう頭の中が真っ白になっちゃって、本当に真っ白、もう真っ白すぎて透明ぐらいの真っ白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て、でやばいってなって、でそっからまあ本当に緊張してて、でそっから第2グループでゲームとかもすっごい緊張して、もう私はもうこれダメだと思って、もう早く家に帰りたいよと思うぐらい緊張して何も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なんでこんなにできないんだというぐらいできなくて、でも私のその会社のアイリーンさんとか、あとはあのスタッフさん、シャワーさんとか、他のスタッフさんとか、その対日協会の方とかがすっごい、もう今そんなの初めての司会なんだから仕方ないよ仕方ないよ大丈夫だよ、どんどん上手くなってきてるから頑張ってって言ってずっと励ましてくれて、でそのおかげでだ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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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の司会その7時間の司会もだいぶその3時間目ぐらいから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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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楽しくなってきて、そう、もう気にせずに、何も気にせずに上手くできてるかとか気にせずに、もうとりあえず楽しんでイベントを楽しんで司会をしようっていうことで、もう大そうそう最後ら辺はすごく楽しみながらできたんですけど、最初の方はもう本当に緊張で頭がいっぱいでした。で8時に着付け行かしてもらって、で着付けして、その開幕式のリハーサルとか、開幕式が終わって、だから8時くらいに朝ごはんを食べて、そこから飲み物も一切飲んで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もなんか本当に緊張で暑いっていう、なんかもう感覚も、お腹が空いたって感覚も、喉が渇いたって感覚も、何の感覚もなくて、とりあえずステージに立って話して降りてきて、次のやつをずっとこうやって読んで、で次にまたステージに立って下に降りてきて、また次のやつをしっかり読んで、そういうのをずっと繰り返してたら、なんか4時ぐらいになってて、勝手にあ、もう4時かと思って、であとはなんかその眉のファンの方が皆さんも来てくれて応援に、でそれでみんなの顔とか見たら、ちょっとずつ心が安心してきて、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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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から最後の方はね本当に楽しんで安心してできた
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い、それそうなるよね。立ち直ったのはすごい。いや本当に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まゆちゃんの字ノートで初めて見たかも。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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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そうなんです。可以啊、没问题的。然后我从淡江大学跨10年。真的、你也是个学长。虽然很想要继续听你分享主持的心得，但要工作了，主持的真的很棒，谢谢齐薇。居然没有喝东西，带手摇杯进去，觉得愧疚。しかいすごいよ、何事も経験よ。そう、盆踊りは一番最後ですね。はい、我们不能买饮料给你。对没错。あとね、その台日交流、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の高野さんっていう、すっごいすっごいすっごい経験豊富の、方がいるんですけど、その方、高野さんとは前にリセット公演で会ったんですね。で、誠さん、私たちのラオバ、代表取締役の誠さんの知り合いで、高野さんが見に来てくれたんですよ、結構前のリセット公演を。その時からちょっと知り合いなんですけど、今回初めて一緒にご一緒させ、仕事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ことで、私すっごい緊張してて、で高野さんすっごいキャリアウーマンで、もうすっごく仕事ができて、すっごく経験のある人だから、本当に怖くて、最初すごく怖くてドキドキしてたんですよ。私が今日なんか司会がうまくできなかったら、すごく嫌われ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か、これからチャンスもらえ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すっごい気に、なんかすごく自分が勝手に怖がってて、でそしたらもう高野さんすっごくいい人で、もうなんかなんだろう、キャリアウーマンイコール怖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もう一気に潰れました。そうなんですよ。で高野さんもわざわざその司会が終わった後に、その私 の会社のマネージャー、アイリーンさん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アイリーンさんに LINE で、藤井さん今日とっても良かったですよって、なんだっけな、お客さんとのそのゲームとかもすごく上手で驚きました。まあはい、そんなにうまくはできてないで、自分でも自覚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高野さんにそういった言葉をいただけるっていうことだけがもう本当に嬉しくて、すごく自信にもなったし、で高野さんもまた機会があれば一緒にご一緒させてください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るのを、私もそのアイリーンさんからそのメッセージを受け取ったので、本当に本当に本当に嬉しくて、もう怖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気に入ってもらえたのかは分からないけど、そう言ってもらえた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自信にもなったし、そのこれからも頑張ろうっていうその動力にもなったんで、本当に高野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アンナさんは見に来てくれました。アンナさんも結構その司会が決まった時にもわざわざ LINE で、そのめいちゃん頑張ってね、めいなら絶対大丈夫だよっていうのを言ってくれて、そうそうそう、でわざわざその、イベントの際にも見に来てくれて、で最後の帰る時にもめいちゃんよかったよって、頑張ってたねって言ってくれて、はい、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心強い、本当にノアン、真的是暖ね、心暖了、心暖了。そうなんですよ。だから今回本当にいろんな、その台湾でも日本でもすごく活躍されて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の方々とか、あとはそのスタッフさんとか、その対日交流関係の会社、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それ対日関係を良くしようと動いてるすごいすごい素晴らしい方々、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ない、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ないけど、そんな方々といっぱい、そういう、まあ時間は短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人たちと知り合えて、私ももっともっとその対日交流関係のその交流のそのイベントとかにも参加したいし、もっともっと司会者としてでもいいし、翻訳としてでもいいし、パフォーマンスとしてでもいいし、お客さんとしてもでもいいんで、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そういった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ていきたいなってめっちゃ思いました。はい、看到马友这样的开心谈论着自己的工作，马友方面也是很替马友开心，真的是很开心。因为我这次透过了这场活动，然后认识到了很多在台湾或是在日本，怎么讲，就是发展的很多表演者啊，或是为了这个台日关系工作的工作人员们，或者是观众们，喜欢台湾跟台湾日本的观众们，就认识到了非常多人。虽然时间不短啊，不多，时间不长。时间是算是很短了，但是这个短短时间内认识了好多人，然后就让我再次让我觉得我也很想要贡献给就是这个台日关系吗？怎么讲？虽然我是现在只能这样子，就是无能为力吗？我也不知道，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我能贡献什么，但是我希望就是以观众也可以，就是我可能就是有时候有个这样子的交流活动，我也可以当观众去参加，或者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主持啊、表演者啊，或者是翻译等等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我想要很积极的继续参加这样子台日交流的活动。对，有一点泪目了，当然是开心的。やりたいことだもんね。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はい。前を读外交史真的是读对了。そう、タイニーさん、架け橋的な仕事増えるといいね。そうなんですよ。本当に本当に架け橋になることが有名です。こんなことをその何て言ったらいいの？架け橋なんでそんな大きな口を叩けないんですけど、架け橋の一部。そういったもうみんなすごいいっぱい架け橋の人が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ういったその対日関係の架け橋になっている人と手をつないで、もっともっともっと大きな架け橋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はい。希望马友能更有更多支持的机会。我是觉得，因为我现在架け橋是一个桥的意思嘛，那我也希望可以变成那种就是台湾跟日本就是的这种桥。但是我也不敢说这么厉害的东西，而且现在已经很多人为了就是这个台湾跟日本这样子架け橋架け橋对对对架け橋的人，所以呢希望就可以跟这些架け橋的人这样手牵手，然后做一个更大更大的架け橋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希望就是可以，不知道能花了多久的时间可以才可以变成那样，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对，嗯，很开心，这次真的是学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东西，嗯，也是应该是被影响到了，真的是有很好的影响，因为看到了更厉害的人，这是我的打开眼界嘛的感觉。马友只在还没去演戏了哦，演戏就算了吧，我演戏很烂呢，是一个很棒的经验，真的是很棒的经验。对，演戏我真的是太烂了，但是我，对了对了，是试试看试试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不排斥，但是我说真的，我演戏很烂。对呀、啊，嗯好，那主持演戏哦，先不要笑着，对，我的笑点也是太低了，对，慢慢学啊，先从不良少女的角色开始，你觉得呢？我很适合演不良少女吗？那个气势会落掉吧？乌鱼 ，Hello。还有什么呢？那我介绍一下表演团体嘛。昨天的第一个是那个吧，和太古。我访问的那个5岁的小朋友好厉害哦，他的身体真的是比太古还小。来，别讲，砰砰砰，真的是太强了，真的是太强了。我5岁的时候在干嘛？对啊，很厉害耶。然后，玉成国小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他们就那么热，然后就是这么有活力，哇，太精彩了！而且我在日本是很少看到那舞龙舞狮的表演，所以就是能看到一点点表演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当然是巴德利吧，巴德利乐团，巴德利乐团其中一个主唱。爸爸桑是个麻长先生，他的绰号好像是爸爸桑这样子。爸爸桑他是前外交官，然后他经验非常丰富，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之前是个外交官嘛，然后现在是就是做音乐这样子。然后活动他们表演之前，我跟爸爸桑也有聊天，然后他居然有听过我写的那个如果可以的日文词，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写的词真的很棒，写的很漂亮。”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居然知道我有写过这首歌，然后他还就是没有忘记跟我讲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这个也是怎么讲？因为这么厉害的人才不会忘记就是要怎么跟我沟通，你知道吗？其实我让我觉得哇天哪，果然这么厉害的前外交官现在也是在台湾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歌手，所以怎么讲就是深深感受到哦，厉害的人真的很厉害。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很厉害了。对，赚翻了，这首歌知名度真高。对呀、啊，这林毅有跳有点大。
对啊，五岁拿500元，拿哥哥号宝可梦的卡，对，没错，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其中一个女生，那个歌声非常漂亮的 Yuka-san 也是特地来密我说，辛苦了，今天主持那么久，一定很累吧？然后希望就是之后可以一起去吃个饭之类的，我就觉得好开心哦。这次透过了这个活动，然后遇到了这些在台湾发展的一些日本人，然后觉得就是之后也有机会好好相处的话。我是真的很愿意的，对啊，很开心哎，而且 Yuka 桑也是很亲切，很亲切，对 ，Kix 谢谢你的守护加1200，谢谢可爱小呆猪的缘分，还有谁？哦，还有京津三味线的主唱，非常厉害，然后他也是后来就跟我说，那下次他们有演唱会的时候会邀请我这样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啦，但是如果真的来邀请我的话，我也是非常愿意去的，对，很开心的。ところで、公園では赤髪のメイちゃん見つけやすかったの、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今日京剧厉害的人真的是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就不一样，讲话的样子也是不是不一样，你知道吗？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对，新的也不是朋友啊，我不敢说他们是朋友，应该是认识到了非常厉害的前辈们。对啊，蛮有趣的话我也要去。对啊，三味线，我自己也蛮喜欢听三味线的。我之前自己编舞的时候也是很喜欢挑一些 hip hop 里面有个三味线的那种声音的音乐。对啊。而且我自己也是蛮喜欢 Begin 的，所以那一天听到他们的演出是真的很开心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最后一首歌居然我要在台上然后跳舞。对，北海道出生的小姐姐应该是真的，哈？是什么真的？高手在民间，这个也是你自己的资源，以后或许会有演出的机会。对啊，对啊。好，还有什么事情呢？我想想啊，还有漫才少爷，因为之前在节目上认识了太田，那个漫才少爷的其中一个黑色头发的叫做太田上，之前就有说礼拜日很常就是在一个某一个地方表演漫才，然后因为我礼拜日比较忙，就是比较没时间去看他们的表演，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很期待看到他们的表演嘛。然后虽然我因为在后台就是一直忙着做下一个表演者的准备，所以我没有办法认真的听，但是我就是一下子这样子就是。听了一下下，就觉得很棒哎，真的很棒哎，就是漫才这种东西，怎么讲，就是用别的语言然后逗人家笑，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我很佩服他们，也觉得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去看他们完整的演出。对，漫才少爷的演出很棒啊，尤其是背后那个，对，虽然就是后面有一些意外啦，就是可能。对，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很多观众们是留在台下，就是认真听他们的演出。对呀，代表他们的演出真的很棒。对，三亚人的音效太猛。对呀，他们漫才是用中文，对，没错。然后他也是有一种就是混一点点日文，混一点点日文，这样才有日本人的特色啊。对啊，漫才像是也什么都够演，没错。对，而且异国表演文化笑点可能不同。对啊，我都用行动逗别人笑，这样算的算什么？好好笑。そうなんですよ。さっき言ってたことは、とりあえず印象に残ってるあ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の方、もうすごくみんなすごかったんですけど、和太鼓に5歳の子がいて、5歳の子がね、自分より大きな太鼓をこうやって頑張って叩いてるのを見て、すごく勇気をもらった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バッテリーバンドっていうんですけど、その方、あのバッテリーバンドの、その、
あのある一人の男の人なんていうんだ、中国日本語が下手くそになってるぞ、ババさんという方が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けど、ババさんでもともと外交官の方で、あの台湾にすごくもう長く住んでて、すごいなんだろう経験豊富のすごい方なんですけど、その方がそのまだパフォーマンスが始まる前にババさんとちょっとお話しさせてもらって、そしたらババさんがあのルゴーくい赤い糸のそのあの歌詞を見たよと、あの歌詞がすごくうまく書けててすごく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と、すごく好きですと言ってもらえて、いや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こんなにすごい方って分かってるから自分で、そんなすごい方に歌詞すごかったよって言われても、なんかもうあもう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みたいな、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すっごい優しくて、すっごい何だろう親切で、何だろう包み込まれるような優しさでした。はい、あとはバッテリーバッテリーバードリーユエトアンさんの中にも、そのユカさんというすっごい綺麗なお姉さんがいるんですけど、ユカさんも歌もすっごく上手で、明るくてすごい優しい人で、で写真一緒に撮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うその後にインスタグラムでお疲れ様でしたと、また機会があったらご飯でもって言ってもらえて、本当に嬉しいなと思って、すごい幸せ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はい、であとは何だろうな、あとは津軽三味線かな、津軽三味線のメインのボーカルの方も、はい、今後その何か機会があれば私のことをヤオチンしてくれるとヤオチンってなんだ、招待してくれると言ってましたので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であとは漫才シャオイエ、漫才ですよね、漫才のその漫才シャオイエの太田さんとはもともとちょっとテレビで知り合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で日曜日にいろいろ劇場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漫才をやってるってこと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日曜日は結構レッスンとかイベントとかがあってなかなか行けてなくて、そうやってイベントでところどころちょっと見させ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くて、何がすごいかって言ったら、やっぱり中国語で漫才をするなんて本当にそれだけですごい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も本当に面白くて、だからあれ本当にすごいなと思って、やっぱり台湾と日本って似てるって言っても、やっぱり笑いの観点とかが違うかったりとか、あとは言葉の使い方が違うかったりとかって、それで漫才をするってすっごい大変な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お客さんもすっごい楽しく笑ってるのを見て、私もところどころしか聞け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うところどころもすごく面白くて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わすごい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で今後はそのなんかもしそのまあそのかそのなんだろう完成形の漫才をまだ見たことがないので、今後その機会があれば、はい、ぜひぜひお邪魔させ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そんな感じです。話してたことはそんな感じです。今日は日本語ティンリーの訓練です。ヨホンバオラヨホンバオライエイエイ。そうなんですよ、ハリさんまだいたかな、大丈夫かな。对了，今过星期六来来回回睡觉前小腿抽筋，你还好吗？说肩膀还好吗？还好还好，没问题的。お、お次は漫才か？お次は漫才か？漫才はできませんよ。漫才はさすがにできませんよ。はい、雷君。对，刚刚讲完了，大概讲完了主持的事情。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要继续讲下去公演的事情哦。嘿，再来换公演吗？对，没错。主持的活动，再次感谢一下台湾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以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以及文总，以及三立电视，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还有那个观众粉丝们，真的是很开心，对，真的是很开心，很感谢大家。哎，对了，马友那天不是为什么中秋啊？对，为什么要中秋节要吃文旦呢？大家有解答了吗？好哦，马友们才听到不好笑的话会受伤吗？对呀，那天看到蔡总统来，以为会跟马友合照。你中文怎么那么好？谢谢 Avis， 因为文旦是属于佑科哦，所以是就是月神的保佑啊，就是谐音啦，谐音。奇迹的马友 Solo Per 超棒，除了直飞机没有飞到我这以外，谢谢哈士桑的重情玫瑰，谢谢小在后面捞金鱼，礼拜天还能看到马友了，对呀、啊，稳如风眠。昨天的公演大家玩得很开心吗？还行吗？
我昨天绑了一个猫耳，猫耳纸飞机太有梗了，真的吗？太好了，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想到丢纸飞机呢？是因为我肩膀受伤，就是没办法做很大的动作，然后我也怕就是我侧翻啊，或是做了很大的动作之后，再次受伤害到我的肩膀，然后影响到以后的演出，所以我一直在想，而且刚好地点是在商场，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一些惊喜给大家看？然后我后来就是想到，好像可以丢一点东西，然后我就后来想说，丢什么东西不会伤害到大家？比如说我丢了饮料，那大家一定会被，就是一定会不开心嘛，然后就想说纸飞机可不可以，然后后来问了工作人员说，我是可以丢纸飞机吗？然后我丢了纸飞机，他们就说，如果没有签名的话就可以，但是我是真的很用心的，对，把那个纸飞机就丢过去了，所以大家虽然没有签名，但是一个纪念品啦，对不对？好担心肩膀不够，完全看不出来有受伤，谢谢丢土豆。丢飞机的时候，伤害到没接到的大家，而且我很开心，就是我丢纸飞机的时候，听到大家的哇的声音，哦天哪，好开心哦！对，要谢谢马友帮忙熊妹的应援手幅，真的很棒，大家真的很棒。像我在台上的话，只能丢脸，没有，可以剪刀，可以丢石头，烧乐，然后什么呢？还有什么公演的，对啊，就 solo part 很开心这样啊。那个纸飞机是蔡肉肉帮我折的。其实我彩排的时候自己折了纸飞机，然后呢我折的太烂了，我就这样子哦，我就丢，然后这样子直接落下来，直接坠落的飞机。所以如果那一天肉肉没有帮我折的话，大家应该没有接到我的纸飞机。所以呢，这次感谢肉肉帮我折，因为肉肉折得很厉害的哦。对呀，所以呢，就是土豆拿到的纸飞机是肉肉帮我折的。没有签名的话，下次请丢二十个纸飞机，直接坠落。对啊，真的是直接坠落。MC ではスクリーンに何スカリーンになんてを使ってクイズしてて、僕にも分かりやすかった。ああ、よかった。さあ、ウキキ做你的喵、谢谢ウユ。原来是肉肉，对，原来是肉肉，对。纸飞机打开后 ，Dekin です 書かれている啊，書いとけばよかった。早知道土豆会接到纸飞机的话，我纸飞机里面一定会写说不要再共勉之了，笑死！啊，没想到土豆真的会接到我的纸飞机呢。对呀、其实那个纸飞机非常厉害，你可以直接坐那个纸飞机回去日本，你坐坐看，那鞋滚就好了。你们在台下看熟妇有很明显吗？熟妇有台上看熟妇有很明，超级明显的，好酷哦，真的是很酷哎，大家都很用心，就觉得再次觉得怎么讲 ，TB 粉丝真的是。很好哎，就是 TB 的粉丝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其他团的粉丝们是怎么样，但是我只能说 TB 粉大家都很棒，很有怎么讲团结嘛，然后又就是替粉丝替成员想，然后又。怎么讲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 TB 粉真的是很棒，让我们成员觉得很骄傲，对，很骄傲，你们是让我觉得很骄傲的粉丝耶。对啊，所以我每次都就是一次一次演出，就是演出结束后真的会睡前就会觉得，天哪， TB 粉怎么那么好， TB 粉真的是很棒，不管是马友饭还是其他成员的粉丝， TB 只要是推 TB 的粉丝真的是很有短节，很用心耶，很骄傲。那台机飞机刚什么什么啊？谢谢 Geek 的真情告白。那个首富我进去帮忙摆的啊，真的，小五很棒哦。放心啦，蛮有脚的飞机刚刚什么机龙坠落了，不好意思，我整的真的太烂了。萌萌 ，Hello Only。
对啊，大家很棒啊！あの赤面飛行機はいいな。そうなんですよ。もともとその肩を怪我しちゃって、ちょっと肩の筋肉が裂けてる状態なんですね今。で、あんまりその大きなそのソロってなったらやっぱり私もやっぱりすごいことをしたくなるんで、そういうすごいことをできないから、ちょっとそ今回場所も違うかったし、何か特別なことをしようとずっと考えてて、で肩を使わなくていい特別なことっていうことで、よし紙飛行機を飛ばそうと思って紙飛行機を飛ばしました。で紙飛行機飛ばした時みんながおーって言ってくれたんで本当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はい、你是跳的时候折到吧，知道吧？哎，什么？得上班去，得上班去了。妈哟，真的很让我们骄傲。谢谢小五，感谢感谢，上班加油哦！啊，你小腿抽筋了，要好好拉筋哈。OK， 好。都还有什么事情呢？公演的事情也是差不多了吧？对，差不多了。28号还有诗雅 produce 的一场公演，然后接下来的活动好像也还没有公布，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倒哎，是怎么念？倒腾青石吗？是吗？谢谢告白气球。飞雪公园，对啊，四周年加油！还有四周年呢，四周年一定会有的啦，四周年一定会有的啦，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思琪，谢谢夏日据点上，这次公演应该暂停用完好运了。我来阿里，那边的阿里，我来 Blue Flower 的一番ドラマチックな公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9月24日到25日，哎，已经公布了吗？哎，是二十是二十五吗？啊，是吗？还是我们留的时间有比较？哎，是二十四、二十五，是吗？二十四、二十五，哦，好像是哎，好像是哎。英祖那场公布了呀，24跟25啊，是念五啊，谢谢谢谢，武藤青史嘛。对哦，啊嘿呀，公布了啊，那太棒了，但太棒了，应该是9月24、25，我以为是9月20，哎，几号、啊？反正我就是。还没有那么仔细啦，所以我以为还没有，还真的不，我就跟你们说了很多事情，不是我在隐藏，是很多事情是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四周年演唱会这个，对，还是马友要烧了演唱会，没有没有，完了，咦，马友不知道，我知道有四周年演唱会啊，好期待好期待，真的是很期待，哎，是静哦，是念静哦，你的名字好特别啊，还是我叫你什么好嘞？就比较简单的，好不好？上乐真的会被踢出群组了。公演都是接近月底，粉丝会记得比较清楚。周六音组的时候公布的 ，OK。晚安安科技，晚安，晚安。四周年演唱会。哦，天哪，还有很多期待的事情耶，四周年已经四周年了耶，哦，昨天，对，说到四周年，其实我讲到我昨天四周年的巅峰跟那个想要抹灭的回忆，其实我原本是很想要讲到巅峰，但是我的巅峰怎么讲好像还没到，就是对对，我想说发行六单之后一定是个我的巅峰，所以我是想说好吧，那就讲个一个想要抹灭的故事。对，其实还有很多开心的故事啦，这四年的 TP 人生中真的发生了很多很感动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情，一直很期待宣布什么，对啊对啊，很期待很期待，哎，克斯也被我增加了很多很想要磨灭差不多歌唱培训的时间，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已经讲了那么多话，我先喝一口水。今天也要来一首我跟我去 rumor 哦。好啦好啦，好诶好诶，我每次都要，对对对，今天也要就是唱歌，我每次都要唱至少3遍，对对对，至少啦，就是当然呢、啊、我就讲过了，我就是这个是跟大家的约定好吗，每一次直播一定要一定要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啦，对啊，
对啊，固定环节当然啊，是固定环节啊，直到我第一次表演为主。对，期待的练歌时间到了，但是我现在没有拿歌词，没关系。好，上次的复习是不是猜歌的才要明显一点，然后格是我念的好像才歌的歌，个人的歌，所以要是那个隔天的隔的感觉，不是才歌多就而已的多，是听着好像歌锅，所以就是我要念的的一点，不是才歌多就而已，这么快认不得你，这边没问题，想不到独善存在不具美丽的婆，是有不是坡跟欧，是坡跟乌跟欧，所以是婆具美丽这样子，对吧？然后会有人这么说你的，这不要那么卷舌，就是对。好，那我今天就是复习完了，就慢慢慢慢的慢慢的，好不好？好，谢谢麻油点我玩游戏先工作了，拜拜。好啊，谢谢，这个感觉不错，我们再来两个好不好？什么颇具魅力。好，那如果有新的地方可以改善的话，可能是歌唱的啊，或是什么，就是口音的问题，都可以跟我说啊，行吗？好，零 produce 什么零 PD 复习的环节，对，刚刚说的对吧？就是没有漏掉吧？好，先停音乐，会被影响到。好，不是才歌多久而已，这么快认不得你，想不到独善存在颇具魅力，会有人这么说你，这样呢？我发现我这是在自己练习的时候呢，发现慢慢唱好像比较好发音，所以呢我想说我先慢慢唱，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快速的，就是拿是对对对拉回来，那个速度拉回来这样。你刚刚有口音吗？你们觉得慢慢唱的时候会有口音吗？大家老师们，各位我的歌唱老师们，要跟我给我建议哦，大家再一次。不是才歌多久而已，不是才歌多久而已，这么快认不得你，有吗？想不到独善存在颇具魅力，会有人这么说你，我说口音的部分呢，我还没有认真唱，有口音我也不会，不是，不要，我当然是因为我真的想要唱到没口音，我只是我的坚持吗？就是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完全没口音，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接近到完全没口音，对对，所以大家要就是很严格的告诉我，对，格这个字有点不清楚，然后唇彩对不对？唇彩，好，再一次，九十五分，还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好，再一次。不是在歌，要清楚一点。不是在歌多久而已，这么快认不得你，想不到涂山唇彩颇具魅力，会有人这么说你。最后有点抖了一点点。哎，刚刚的那个唇彩，想不到涂山唇彩。可以吗？存在颇具美，图这个字再重一点啊！好，想不到涂山是吗？想不到涂山存在颇具美丽，会有人这么说你，是吗？对耶，这样比较清楚。好，我知道了。OK， 这次好像隔，这次才跟那个多跟婆好像有改善，对不对？涂山唇彩是你，唇彩是我啊，所以是
我听的好像是你很纯彩的意思吗？有吗？我有那种感觉吗？这是有音调高低的问题，就会很麻烦哦。嗯，嘿，我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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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歌，所以有那么高吗？不是，不是在歌，不是在歌多久而已，还有那么高吗？不是，不是在歌多久而已，是吗？所以有那么高吗？不是在歌多久而已，怎么快认不得你？想不到涂山唇在颇具魅力，会有人怎么说你？是这么高，是这样吗？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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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洛丽的掌声鼓励。来客あって抜けてましたか？戻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感觉很棒。哦，真的是谢谢大家。颇具魅力是OK， 我懂，就是颇，就是那个三声的感觉要到，对不对？颇，就是颇具魅力，这样子比较好。颇具魅力 ，OK， 懂了。然后呢，我最近就是上完，这不是最近的，就是。从那个如果可以到现在一直都有在演奏一些就是唱歌发声的练习，但是我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改天想要问一下翁同学那里家里。对对耶，你真的很用心，小五加二十加什么、啊、你也不加一下吗？北京 Sherry 真的很感谢我这次怎么讲，就是我也没有怎么样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要怎么讲越来越好而已，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忙，这样子的话我会很开心的。然后刚刚有人说有口音没关系啊，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讲中文，很喜欢台湾人讲话的感觉，所以呢其实我自己都讲话啊或是唱歌或是态度啊或是一些文化上面，我也希望我可以像的台湾人一样，就是我也想要吓吓台湾人说，哎，你真的是日本吗？你真的是来台湾才五年而已吗？所以这个是也是有一种我的 insist， 就是怎么讲我的坚持啦。对啊，所以不是我被逼的做，是我真的真心想要得到的，想要做到的东西。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马友真的好有压力，没有，完全没有压力，是我真的想做到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马友真的好可怜呢，或是好辛苦，完全不辛苦好吗？辛苦的是大家。我要大家要用打字的方式要告诉我说你要改善哪里，改善哪里。哦，真的是辛苦大家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啊，然后对啊，希望我可以慢慢的接近台湾人的口音，然后慢慢的像台湾人一样好。对，真的是希望这样子。好，台湾人中文不准啊，加起来六单去跟你握手，然后我们来矫正发音。好啊，感恩。万杰心可以学 rap 的风格，台湾人中文很不准，比标准，尴尬。如果可以请其他成员唱这段录下来，边听边练，应该很有帮助。我会问那个李佳丽跟那个嗡嗡啊，他们也是很常教我啊。那个评比的时候也是嗡嗡一直教我，就是要怎么唱歌啊。然后佳丽也是非常贴心，因为佳丽跟我的那个位置是，一直都是左右边的，所以我也是很常问佳丽啊。对呀、啊，互相帮忙。嗡嗡是学生乐的发声学哦，原来酷欸，他真的很厉害，他们都很厉害。Joey Lucky 谢谢深夜哦，对深夜，大家，其实我今天只开一个小时而已，那所以呢，我差不多要关掉了。来完了，对不起 Joey。好，那我先念榜哦，先念榜，我会慢慢的越来越好的。谢谢大家。
我先念吧。六单会支持麦哟，真的是很开心。你直播账码太多了，对对对对对，真的。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今天第十名是花生什么树，谢谢。今天第九名小五，谢谢。今天第八名封面，谢谢。今天第七名乌鱼，谢谢。今天第七，哎，第一二三四五六名，谢谢哈利斯，你敢到？今天第五名重影，谢谢。今天的第四名是，哎，等忘记了怎么念呢？乌藤，乌藤。武藤，武藤，进食。今天第四名，第三名，哈谢谢阿尼卡多。今天的第二名 Kicks， 谢谢。今天的第一名是赵恩，谢谢赵恩，也送我的红包，感谢赵恩，辛苦了。哇哩这是，谢谢麦友，周末两天真的很 wonderful。对，希望大家也是这两天都玩得开心。然后再次感谢，就是来到我们来到台日水果夏季的粉丝们，也感谢大家，就是用很多方式来鼓励我，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对，然后希望就是以后也可以慢慢的学习唱歌啊，或是主持啊，或是翻译这块。对，很开心啦，真的。谢谢，辛苦了大家，辛苦了。那我们周末见，没有了，还有一次直播，然后在周末见。好啦，谢谢大家，拜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よなら，またね。谢谢麦友分享这么多经验，谢谢大家愿意听，拜拜。